甜美脸蛋火辣身材穿着比基尼出现在泡汤里，让人看了好养眼。乌来为了振兴当地观光，大推穿比基尼免费泡汤，咦，这个方法难道是学夜店风吗？ 热火的身材夜店比基尼趴超火热，两者比一比，温泉美眉邻家清新，夜店美眉性感惹火，不同风貌，但都能吸引年轻族群。多家温泉业者还共同推出了女生名字里有“乌”跟“来”，泡汤免费，难不成亲切的娇莱嘛与好莱坞女演员乌玛舒曼也都免费吗？像是娇莱嘛也是乌来啊，对，还有那个舒曼。 也 OK 啊，只要是来玩的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所以他们两个来都是免费的。没错，都是免费。乌跟来吗？对，蛮少的吧，没有印象了。没有。你说那个名字里面有乌跟来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哎。 刚结束完元旦假期，天气逐渐转凉，又到泡汤季节，全台北中南温泉业者也都各自推出泡汤优惠，各出奇招，努力抢攻这块温泉大饼。记者杨世旭、李慧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